有民众骑车骑到一半，途中巧遇鸭子大军，直呼这个画面真的是非常的疗愈。上万只小鸭整齐列队过马路，而这个地点呢就在屏东。原来呢，当地正值稻作收割期，附近的养鸭人家带鸭群到田里吃剩下的稻壳，往返途中被民众巧遇，很有默契，通通停下来让他们先过。车骑到一半，中途停下，没遇到红灯，但有鸭子要过。不是两三只，是一大群，而且超大一群，鸭群鸭尽，足足上万只，说有多壮观就有多壮观。神奇的是，游上岸过马路没人，中途落跑。整齐列队，小脚鸭快速移动，简直像部队集合。啊，这个地搁无看，啊，五人包围的，规拢安尼走过啊！来来来，鸭子大军出没，现场重现。地点在屏东坎顶乡，原来正值稻作收割，附近养鸭人家带鸭群到田里吃剩下的稻谷。一万四千只都剩无，一天就剩了。14000多只都是蛋鸭，还在饲养期，田里运动顺便觅食，再集体回家。他们会自己散开，也得时间刚好才能巧遇。民众惊喜得让鸭子先过，养鸭人家日常都市少见，光看就疗愈。记者苏世伟，屏东报道。